那真将上去拿？他们要去动一个很难的手术，听说有位天才钢琴少女，她12岁的时候就办过钢琴的独奏会，可惜她是为了胸病患，今天早上她静脉瘤破裂，引发大量出血，不知道唐主任这次能否顺利的动完手术？所以接下来就由唐琪修执刀。当然了。 不然还有谁能够动刀？奇怪，以他这么骄傲的个性，怎么可能会找人帮忙？还有，如果我的白马王子真的是他，为什么我的爱情能量还没向野火般烧开来？ 学姐，口水快流下来了。口水，哪来口水啊？哇，学姐啊，我劝你不要想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啊，喜欢我们唐主任的人，从这里开始排队可以绕地球两圈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跟谁交往过。